大家晚安，今天是2013年1月6号星期一，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轰动2013年台湾流行乐界一首电子摇滚舞曲，是由我们的谢金燕电音女王所演带来的姐姐，我要来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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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针跳针教我姐姐，要来懂之懂之哦。姐姐，姐姐。